好，我是田星旭，不过现在呢，我也是小一成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英文单词 ，interpret， 意思是翻译，后面再加一个 er， 就是我们的林夕的职业身份了。我研发的智能翻译机对传统翻译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，而且我坚信，智能翻译一定能取代传统翻译。和我们一起感受追梦的燃，品尝玻璃渣里的甜。别走，再看一眼小陈同学。